欢迎收看《股市照妖镜》，我是程序员 Jerry，让我带你在股市一起照妖来现行。好的，台北股市今天哦重错了那礼拜五来讲的话哈，呃，这个礼拜五二零好的一个礼拜好没有办法好好的给大家一个欢乐哈。那今天来讲的话，我相信盘面上哦大家所听到的消息啊，第一个美国追杀华为，第二个在香港的部分 呃，国安法哦，那整个而言来讲的话，政治的因素在盘面上哦充斥着哈、哦。那大家可以看得到哈、哦，行情在今天来讲的话哈、哦，整个全面性的重挫。但是你现在要分辨的是什么？今天这个下跌。 跟空方有没有关系？吼，好不好？我们先切进来画面上，我今天来讲的话，哦，不只是盘面上大跌了快两百点，吼，那台子棋当然跌更多了，吼，大家也可以发现盘后更恐怖又来了，吼，那个外资卖超两百九十亿。 哦，如果大家有仔细的去回想一下来讲的话，这是五月份以来的第六次了。第六次就是什么样？你看到行情下跌，然后外资卖超的金额超过一百亿，那今天更恐怖了，两百九十亿。当然啦，你如果印象更深刻、懂得去看行情的朋友来讲的话，五月份卖的比今天还恐怖的哦，还有了哦。好，那日线图上面来讲的话，大家还是可以看得到。吼，行情你只要掌握住一个重点。 现在的盘，即便是今天这样一个下跌，但整个而言来讲的话，在最近的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来讲的话，其实是一直的都锁定在一个区间里面，一个箱型的横列的区间里面。那这样的一个行情来讲的话，其实是从哦，呃，你如果在控盘十六市这一边加权指数的，针对加权指数的盘发组合来讲的话，其实从上个礼拜四一直到现在。 它一直是一段的区间冲洗组合，还没有交代断点，所以今天这一根的长黑棒来讲的话，它其实只是一个中继盘的走势。好好，这边来讲，先跟大家来谈到这件事情。所以你把那个日线图这样打开，然后放大来看一下，最近这个区间里面来讲的话，其实你只要这个简单的观念，一眼望过去，你大家就会知道说，眼前这一边来讲的话，其实并不是什么，并不是一个反转。 极下的一个吼起跌点吼，那今天来讲的话，大家还是一样吼。呃，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大家可以简单把月线拉出来。整个台北股市来讲的话，这一边吼好，近期的那个格局并没有被破坏掉哈，并没有那个惯性啊，一个是习惯性。台北股市这边的习惯性还是没有破坏掉。虽然就是说今天那场重挫，但是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股市而言来讲的话，台北股市还是哦、喔、维持了这。 两个月以来，吼，两个月以来来讲的话，一直沿着月线之上的一个惯性，还没有被破坏掉，吼。正式的这一边来讲的话，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哈。所以今天来讲的话，重挫，然后外资大卖了两百九十亿。最好是在这一边一开场没有多久，先提醒一下大家，涨跌的多空不是非肉眼决定，涨跌的多空非肉眼决决定，所以不要将你眼前所看到的涨。 或外资的买，也不要将你眼前所看到的跌或外资的卖，当做是实质的多空含义，好不好？那因为呃，大家我刚刚就有聊到嘛，吼，从上个礼拜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来讲的话，这一段的盘法组合它是粘在一起，它是串联在一起，没有断点的。所以你在前面的三天来讲的话，你看到外资买超，最老师其实有没有告诉你，外资买超代表它翻多？没有，因为在这一边来讲的话，任何一天，尤其是这个礼拜。 任何一天都没有留下任何的布局暗示，或者是进一步的要向上攻或是向下跌的那种暗示，什么都没有。吼，所以这个礼拜来讲的话，简单来说，你只要掌握住控盘十六式里面的盘发组合，它只是一个多空震荡区间排列的一个过程而已。吼，好，那延伸到我们。 四月底一直到现在，只有等个五月份，我就一直跟他聊到吼。其实台北股市大格局早就已经脱离空方式了。你在这种格局下面来讲的话，非空头的情况，你看到外资大卖，行情重挫，它不是追杀。你看到外资大卖，你要先联想的是：诶，台北股市是不是处于空头趋势？不是的话。 那你所看到的大跌，你所看到什么什么破哪一个地方，破哪一个位置，它不是多方弃手好不好？这个我相信我在五月份以来更强调吼。那源自于也是因为五月份来讲，相对于四月份来讲的话是比较明显陷入一个震荡整理的，所以你会看到忽涨忽跌，大涨完之后又大跌，大跌完之后下个礼拜如果又跟今天的行情不一样了，你也不要太过于意外，吼，因为。 呃、嗯，整个五月份来讲的话，相对于四月份是一个大涨完之后的整理。但是最好师已经跟大家聊到，非空头的走势，你不要看到大跌或外资的卖，你就以为行情要就此长趋直下，好不好？因为这边的盘跟三月份不一样，所以今天的行情来讲的话，这个盘怎么来看？你把五分可以拆解出来，加权指数现货大盘五分可以拆解出来，一路开低往下走，看起来很恐怖，重挫盘，外资又买卖超了两百九十亿。 但是你知道 Telegram 拿出来，今天就好似做我在盘中分享一张的图片给大家。那里面来讲的话，这个内容是我们控盘十六师的学员每一天来讲的话，九点十五分过后，针对大盘基础暗示开出来之后，就老师帮他们整整理出来的当天行情应该什么去抓的重点是什么。今天开出来是个二点低盘，好，这个我们控盘十六师的学员九点十五分过后，每一天就可以收得到，吼，看得到这样子，吼，那。 我们其实就已经聊到，今天来讲的话，只有一种走势，它才是区间断点盘。可是今天明显的不是，所以不管怎么样，今天只是一个区间的中继盘而已。行情在这一边杀一根的黑棒，看起来很恐怖，外资卖超两百九十亿，但是不好意思，不是空头意图，它只是在洗筹码。结束，把今天大盘重挫。 然后那个杀了两百，哎，杀了一百九十几点，然后整个行情在这一边外资卖超两百九十亿结束，目的洗筹，下跌是在干什么？它只是区间中继盘，好吧好？所以一大早九点十五分掌握住加权指数现货大盘开出什么样一个基础暗示来讲的话，是一个很必要的功课。好、哦，周老师一直过去啊，你跟大家强调，就是说空盘十六式的学员来讲，一定是怎么样？ 一定要练习到说，每一天九点十五分开出来，好，这个基础盘法，低低高三盘排列，低低高，然后一反应二点低盘，然后在三秒钟的时间把关键价位抓出来，进一步去看啊，今天来讲的话，二点低盘的走法在这一边整个架构里面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大格局非空头不是空头的情况下，二点低盘法在这一边扮演的自然而然什么样？巨老师非常强调这个观念，它不是。 哦，不是空头力道的行进，好不好？特别去留意一下哈。所以，我们从那个上个礼拜四，我一直强调这个日期，而且上个礼拜四我非常刻意的在大家面前哦、喔，把跌式组合打叉叉。原因也就是说，在那个外，因为上个礼拜四外资是大卖一百八十九亿，如果大家来记得，那是杀尾盘，刻意杀尾盘的行情，卖超一百八十九亿，刻意杀尾盘的行情。可是我告诉大家，从那一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 一连串的盘发组合来讲的话，这一连串的盘发组合，这一段这一串的组合了、啊，到今天还没有结束，没有交代断点，所以你必须要有个心理准备，行情一直到下个礼拜开始来讲的话，还是会一直是什么？没有看到区间断点的话，它是会忽上忽下、忽涨忽跌的。 好不好？这边呢，先给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哦。所以无非的告诉大家，就是说，当你面对行情，不管是大大涨或大跌，外资的筹码怎么变化，第一个先思考的是什么？大盘指数现在的趋势是在什么方向？如果它不是空投如果这一边外资的卖超不是在大盘的空头格局，那你要小心，太过于急躁来講的话反而是什么？会让你怎么样付出代价？ 当然，相对的大盘的格局，如果不是一个大多头，外资的买超反而怎么样？你以为行情是准备后面后续要创新高过前高的话，那也会是一个什么让你吃亏的地方哦。所以一定要知道大盘指数的重要性，不然就老师不会从哦。二月份、三月份那两个月份，花了两个月的时间不跟大家不跟大家那个那个说那个要买股票什么的。我告诉你，我那两个月份只告诉你大盘指数的重要性。 不然我不会花那么样的时间吼，好不好？那、啊、一样了吼，最、哦、好是一样不改前面吼、哦，一路下来跟大家所聊到的一个重点。你如果知道大盘的资金换手线的部分来讲的话，吼、哦，今天的重挫，外资卖超两百九十亿，可是有没有改变眼前这边资金换手、金控盘者资金换手的位置？没有，没有，所以。 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朱老师实在没有任何的理由在节目上这边告诉大家，行情会因为今天这个大跌，外资的卖超两百九十亿而翻空起跌，长趋之下，我没有办法，因为资金换手线没有改变掉，它没有，并没有因为这一根的大跌，今天的大跌而去改变，没有，所以行情的资金换手还是停留在五月十四号对应四月二十九号这个向上的一个对应，并没有改变，所以。 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大格局跟根本不会有任何影响，吼，好不好？所以那一个五月份以来，今天来讲的话，已经是第六天，好，外资的卖超来讲的话，超过吼百亿，吼，那大家可以看得到，从这边大家最好是帮它标记出来。五月四号卖超三百七十亿，行情怎么样？后面反手往上拉。五月五号是接在五月四号连续第二天的大卖。 先卖完三百七十亿，再卖了一百二十三亿，行情有没有长驱之下？没有反向嘎空，而且还怎么样？第一次的摸到一千一百点，吼。好，那那个五月十二号杀了一根的黑棒，外资卖超了两百五十三亿，哦，都不会比今天少很多了，吼。那个那五月十四号，吼，隔个两天再卖个一百八十九亿，也就上个礼拜四，大家可以发现，上个礼拜来讲的话，一个礼拜里面有两天外资卖超破百亿。 可是行情有没有因此而翻空起跌？没有。好，那这个礼拜来讲的话，礼拜哦，这个外资卖超一百五十七亿，跟今天卖超两百九十亿，你可以发现哦，三个礼拜以来，好、哦，三个礼拜里面，连续三个礼拜里面，好、哦，五个交易日里面都有两天外资大卖，可是行情没有下去。 我不是告诉大家这边有一只看不见的手，而是我要告诉大家，你在思考啊，是不是那一个吼，人家那个出老千呐、啊，或或者是看不见的手啊，死撑死撑硬撑干嘛，拿你的辛苦钱什么的？你要去思考那件事情之前来讲的话，先想一下，如果外资他卖给你看，他不是为了要行情翻空；如果外资的卖超，但是他心态不是翻空，他心态不在空方。 它自然而然会让那一个想撑板的人撑得住，想买的人敢买的，敢买得起，敢买得了，不会接不住或者是什么，接到不敢再不敢再买了，买到不敢再买了，对吧？所以你光是从这个角度下去思考来讲的话，你应该就可以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似乎的哦，这样子的连续的呃三个礼拜以来，每个礼拜都有两天外资大卖，似乎的他的心态不会是你所想的。 是在空头趋势里面的那样子的要杀行情，懂我意思哈？好，那这边来讲的话，我相信这一边你如果知道我一直在提醒你的事情，我是直接就告诉你做手控盘，现在没有看到空方的理由，好不好？就这么说了哈。好，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当你手中有持股，当你想要操作股票的时候，先看得懂大盘，一直都是很基本的配备，因为这是你必须做的。当你手中有股票，你看到行情下跌。 你知道它根本不是空头趋势的跌，你手中的股票就不会乱砍、胡乱卖，或者是怎么样？好，胡乱的卖掉后，反手下去放空。你想要操作股票，你知道大盘指数怎么变化的时候，怎么来判断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因为肉眼所看到的卖超、肉眼所看到的大跌，然后怎么样，你错失了一些的机会，吼。 好，我相信啊吼，今天行情大跌，对不对？可是还是有一些的股票，它表现是非常稳定的，包含了周老师的那个持股嘛，一一路向下来的。我相信你只要我看我节目来讲，五月份一直都讲，天天都讲嘛，啊，从这边一直讲到这边嘛，对吧？好，那今天来讲的话，创新高虽然不多，吼，原本的牛皮股，但是怎么样？后面忽然之间天天创新高，已经第八天了哎、欸。 连续八天创新高了，你但你会想想象一下，你自己回想一下哦，吼这样子的时候你会理他吗？不会嘛？可是我们买在这边完之后，吼、哦、八天创新高，这八天里面来讲的话，外资就像我刚刚所告告诉给大家看的，我们买它的时候来讲的话，那一天外资大卖三百七十亿，好不好？看得懂大盘指数的重要性，就是在这一边。 你知道那个盘根本不是空方的盘，那个盘根本不是要杀多的盘，那个盘根本不是要改变趋势的盘，你自然就敢买股票，好、哦，当然了，你自然也敢告，也敢去报股票啊！不然这样怎么来的，你如果哇，这中间哇那个大盘在大跌啊，哎、呃、我卖掉，哇不见了。 创、哦、新高的股票一样都是如此啦，吼、哦，那个当然那个志邦也是一样，哦，那志邦来讲的话，你有看我节目的也是五月五月份啊，天天讲啊，天天讲啊，天天讲啊，因为我的持股啊，吼、哦、吼、哦、这边啊，吼、哦、这样子一路这样下来，有因为大盘的大跌或外资的卖超而让它就是出现重挫，或者是出现一个吼、哦、一直往下杀杀杀变空头空头的股票吗？没有啊，哦、好好好，再来那个重达 K Y 也是一样啊。 好，也是一样啊，这这一条叫月线啊,啊这一条叫季线啊。我们买在这边啊，这边来讲的话也是四月底啊，好啊一路这样下来来讲的话，没变啊，外资中间来讲的话，最高卖超也是一样啊，中间是历经了六天外资大卖的嘛，我们看那种大盘，所以就怎么样抱住它，因为格局没变啊。 所以邱老师一聊到说，第一个看懂大盘，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就大盘的格局，你找出应对的选股策略，你自然而然会在那个很多人会惊吼，会会惊慌，很多人看了会怕，很多人觉得哦，那个随时随地要翻空几跌，然后一直翻空几跌，一直在等空点，一直在找空点，一直一直一直等，然后默默的两个月就过去了。 你自己回想一下，两个月前你听到什么？好、哦，两个月后现在行情在好一万零七百点，昨天还在一万一，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周老师还是要告诉大家了。第一个观念，好、哦、观念跟方法很重要。哈、哦，好，当然了，我一直聊到，因为这四月份就跟大家谈来谈的嘛，十周均线洗平向上，周 K D 在零轴上方，哦啊，这些阵容原本你会看不起的股票，和曾几何时那个周 K 会让你看到这一种，啊格局对啊。 好、哦，太硕一样啊！我也天天讲、啊，天天讲，天天讲啊！我的节目有改变吗？没有，有哪一天没讲吗？没有啊！因为那格局都对啊，博次一样啊！哇，二连黑，但是怎么样？十周均线上扬，然后周 K D 还在零轴上方，这种来讲就是测试它的零轴。如果 safe 的话，它会变成什么？再往上嘎一波。我等的是这一个。 好不好？那这边来讲，因为我一定是先抓住一个大盘格局不是空方式啊，我才敢这样子。然后大盘格局像三月份、二月份、三月份那一种不适合买股票、不适合爆股票的那种格局来讲，我根本就不会做这件事情的吼。好，益隆店一样啊，我也是天天讲、天天讲、天天讲啊。哦啊，那个蓝帽，我也是天天讲啊、天天讲、啊、天天讲啊。五月份你自己去看节目，我的 YouTube 天天讲啊，不管涨或跌都是天天讲啊，因为格局没变嘛。好，所以。 这一边呢，讲我你聊到强势股的条件，第一个，你一定是先从大盘格局去抓，对应大盘的格局比大盘强，自然而然大盘在波动的时候，第一个它会有一一定的防御的力道，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资金轮动的过程回到它身上，有一些个股也也许你会说啊，那个最近来讲的话比较那个什么停滞一点，但是怎么样，像 PCB 软板好。哦 PCB 的那个电路板来讲，印刷电路板来讲的话，最近的行情是比较后呃停滞的，它资金被抽离。但是你只要去看它的格局没有被破坏掉，资金轮动完再回到它身上的时候，还是会再拉一波，还是会再走。因为眼前大盘的格局不是空方式，不是空方式，要怎么打第二只脚？要回撤什么地方什么的？六月下旬。 好不好？我从四月份讲到现在了，四月份讲到现在了。我相信你有看节目的朋友来讲的话，你都知道我我从四月份也讲到那个真的要打第二只脚，真的要怎么样？六月下旬，六月下旬来讲的话，也许你看到的可能会比较，嗯，行情可能会呃比相对于现在的位置低一点，但是怎么样，不代表它是空头格局。但是你一定要知道的是，你手中的持股或者是你当下在观察的个股来讲的话，第一个怎么样？ 是不是从跌升反弹的格局转到一个周 K 格局强于大盘的？好，再来日 K D 是不是已经什么呀？拉到零轴上方，或是不断的维持在零轴上方了？这就是这两个条件而已。第三个当然了、啊，最好的就是有一个滚量结构，很明显，这个这一个目前量滚量结构最漂亮的就是连强了、啊、二三四七的连强哦，但好是姜老师并不晓得外资为什么会喂养它。 但是怎么样，我们就只是把强选股的条件定掉好啊，同样的下去做这一个爆股的动作，就这样子而已，好不好？这个是就好是一直的从四月份一直来跟大家所谈到的。你面对行情的时候，第一个一定要有思考判断的能力，要有过滤资讯的能力，吼，好不好？那呃，其他的个股来讲的话，我从五月份，吼、哦，应该说四月底吧，五月份来讲的话，我天天一直点名啊。 要留意的是什么？像这一档船产的核大，就是什么啊？叠升反弹的格局，慢慢慢慢的，似乎后面来讲的话，在下呃五月下旬过后来讲，慢慢的有一个什么被转换格局，格局转强，甚至如果只要那个量股量结构出来来讲的话，似乎的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了啊，可能是什么呀？只要格局转换成功来讲的话。 这样子的传产个股变得多的话，那你要小心，行情并不如你所想的那样子，并不如你所想的，或是媒体新闻所描述的那样子，好好不好？好，那和大来讲的话，你可以从它的呃周线来讲的话，已经先看到洗平了十周均线洗平，然后另一个整个日线图这边你也可以看得到，哈、哦，月线跟季线两个开始在接触了，行情这一边还在整理，但是怎么样？ 你如果知道如何介入的话，后续一波好、哦，应该就是下那个你在下半年或者六月份开始操作的时候，这档是一个机会哈、哦。当然，我们五月份一直来一直以来都在讲的同心电，它走的比刚刚的和大还要快一点，好、哦，因为它电子股了，所以走的比较快一点。大家可以看得到，好、哦，那个这个礼拜的表现不错嘛，然后那个周十周均线已经好、哦、拉起来了。 周 K 低在零轴上方，格局对嘛？所以敢碰啊？你可以好、哦，所以敢碰它嘛？那今天来讲到行情大点，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它是干嘛？对嘛？啊，这个慢慢的滚量架构有出来嘛？好不好？就已经很明显了。这这档股票来讲的话，我是今天第一次谈吗？没有啊。 好的、哦，我从刚刚到现在的股票全部都是五月份天天讲，几乎天天讲的股票嘛，哦，没有消失过嘛。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掌握住选股的策略，第一个，先从大盘的前提开始，把大盘的格局当做是你判断行情的前提、操作股票的前提，然后确认了不是空头，好，对应大盘来讲的话，你再去去挑选。 好一些操作机会的个股，就我刚刚所聊到，从周 K 的格局去对应大盘来挑。那后五二零精选的标的，最近老师周老师也跟大家来聊到嘛，哈，我会送给大家有三档。那这三档来讲的话，就是我刚才跟大家所聊到那几档个股一样，跌升反弹格局，慢慢有一个转强的，转为那个周 K 强于大盘那个过程，慢慢的会出现。你只要掌握到这三档股票来讲的话， 也许后续焦老师在节目上验证的时候，你手中的持股部位，哎、欸，好、喔、是非常有感觉的，好，好不好？就这样，好、喔，那那当然啦，你只要有填报名表单的话，我的那个助理来讲的话，会从，今天下午其实開始已经陆续的联络一些报名的朋友了哈、喔。那礼拜六来讲的话，他们会持续，礼拜六、礼拜天他们会持续的来做通知。因为这边来讲的话，这些个股你在拿到了当下自己去看。 你也许就是，嗯，不会觉得很特别，但是我已经告诉你了，我的国光生、联强、好、哦、志邦、好、哦，还包含了那一个那个重达 KY，其实都是走过这样一个过程的，哦、好不好？那个国光生，其实今天来讲的话，你看它还是创新高，对不对？可是最好是我已经告诉大家，五一九已经先获利了结在这一边，哇、哦啊，后面还有新高，前面我一样就是。 我给你那几两个股，也许你就是看到一个你看起来看不起眼的这种状态，哦，啊，但是怎么样？小心你忽略它来讲的话，也许你就会像国光生一样觉得遗憾。好、哦、像什么，我们这个月五月份也是一样，不断不断在节目上讲的，大学光今天大跌，对不对？哇塞，它还是创新高。好、哦，这类的股票一定都会有给你看不起它的那个过程，但是就是因为如此，它后面的表现。 才会让新闻媒体报道，才会让很多的散户投资人，才会追进去。好、哦，懂我意思哈、哦。何瑞亚也是啊，今天也是创新高啊，旁停大跌。所以我要聊到的就是说，机会永远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我已经聊到股市里面需要的是什么观念、判断能力、过滤资讯的方法。两个月了呢。 你想一下，你如果这两个月以来，你一直活在疫情，你一直活在失业人口，你一直活在纾困，一直活在无薪假，一直活在那个哪边跟哪边美国那个确诊人数破百万，最近来讲的话，中美贸易大战又来了。香港，诶、欸，去年行情是什么样的格局？香港的问题是现在才开始的吗？ 我我我有一点哦，我就觉得诶、欸，有点纳闷哈，就是这些的老梗，哈、哦，这些老梗一直天天呃拼命的玩，但是怎么样，相信的还是会相信，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也许有一有一句话说台，台湾台北股市来讲，或是这个浅碟的市场，应该说台北股市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一个什么？怎么讲？有一些风吹草动，他就会有一点就是害怕，或者是有一些惊恐，但反而怎么样？ 错失掉的机会的人来讲的话，一直都是不是不少的，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经常都会知道，就是说，其实最近这几年十年下来，金融海啸过后了，哦，金融海啸过后这十年下来来讲的话，十多年下来讲來的话，台北股市的股民经常是在股市里面将自己的辛苦钱输给外资，输给国外的基金的。所以过往有过往有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说有一个有一个时间点哦，一个一个过程啦。 其实我们都会知道，我们业内的的人都会知道，就是说，哎、欸，那个台台北股市里面的投资人来讲的话，一直将自己的钱输给国外的资金，所以就变成说，台湾人有一种资金外流，不只是产业或是资金那个包含的投资资金来讲的话，投资的现金部位、资金的部位来讲的话，一直都不断不断往外流出，因为你输了钱就是跑到赢的人那边去嘛，那你赢的人来讲的话，大部分都是国外的资金。 所以这是对于台台北股市的状况来讲的话，一直都是一个哈问题啦。好，但我这边来讲的话，我只能一个小小的分析师，我只能告诉大家，只要你观念对了，你大概就会知道，就是说几年下来讲的话，你现在所看到的问题，其实过往十二年来，我为什么强调十二年来？因为十二年来来讲的话，大家所活在的那个新闻话题来讲的话，其实大同小异。好，所以。 疫情好像跟我过往的 SARS 差不多嘛，对不对？好、哦，那当然，大盘这一边的位阶跟 SARS 那一边差很多，但是你可以看得到，它整个行情对应 SARS 当时候的疫情的发展来讲的话，似乎还蛮雷同的。最好是过往在节目上个月在节目也曾经强调过，每一次媒体大肆放送失业率、失业人口的时候。 后续股市的行情是什么样？至少说一段的反弹、大反弹的行情都不是向下破底的。那包含了油价，哦，就老师上个月也有在节目上跟大家聊过，前一次油价向下破底再破底是什么？七六二七那时候的低点。好、哦，所以你回想起来，最近这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这些老问题来讲的话，老梗。 重复完，可是你你就会发现就會，就是说这会让就是你又变成说行情就是不会下去，但是一投资人就是一直在观望，一直在观望，不敢就不敢就是不敢啊！幸好就是你你没有把你辛苦钱跳进去，一直从头空到尾这样子，吼、哦，好不好？好，我们回到画面上哦，那大盘的月线图这一边来讲呢，我已经聊到了哦。那个这一次来讲是十年过回溯，过去十年来讲的话，第四次行情在破十年线、扣底值拉起来、救起来之后。 第四次的月 K 二连红的过程后，那其实我在五月份的时候来讲就跟大家聊到了，你大家去看了、喔、五月份第一个交易日吼，那个我就跟他聊到五月份开盘的位置在什么一万零七百八十一点五点。如果过往十多年下来，外资控盘的习性，它的操盘习性没变，没改变，那等于说。 今天收盘的位置还跟这个还蛮接近的，对不对？好、哦、啊，等于说今天大跌，对不对？那如果下个礼拜五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收盘是在这个位置以上，是在这个位置以上，因为月 K 二连红嘛，月 K 要收红就是什么？它那个五月份最后一个交易日，它收盘的位置是在一零七八一点五点以上嘛，它月 K 才会收红嘛。 才会维持说，哎、欸，过去十年来来讲的话，外资控盘的习性嘛，它做盘的习性嘛，所以今天大跌刚好是跟这个位置差不多嘛，所以今天大跌来讲的话，如果你抓住这个习性来讲的话，你回头来看，你去预想，哎、欸，下个礼拜过后来讲的话，也许今天来讲又是虚惊一场。 好不好？我就用这个很简单的、很简单的概念分享给大家，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吼，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来讲的话，大家看我的节目，其实我就把节目轻松一点，跟大家聊一些观念吼，那眼前这一边我还是一样一贯的态度，什么态度？尊重做手的布局，尊重做手的控盘。眼前在大盘指数里面哦，加权指数里面哦，哦盘态所呈现出来的第一个重点作价。 没有空头暗示，没有要杀多，没有要杀多，好、哦、布局暗示重点的布局盘里面没有起跌，没有要追杀，没有没看到盘发组合里面，刚刚一开场没多久就跟大家聊了，眼前这一边不是蝶式组合，是从上个礼拜四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是蝶式组合的排列，所以跟空头没有关系，资金换手线刚刚。 开场没多久跟他聊了，大点没错，但是没有改变他换手线的位置，所以你从这四个重点下去看，最好是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理由跟你说，诶、欸，行情这一边小心啊，我会拉回打第二只脚，行情这边小心啊，或大量的哦重挫行情连续重挫，或者是直接什么回撤哪个位置没有，我找不到，所以。 一样的态度就告诉大家，我没有看到做手有这样的布局，有那样的控盘，有那样的暗示，所以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告诉大家说这边来讲会有一个翻空起跌，然后下杀到什么地方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你说这边打第二只脚。我甚至就是说从这四个重点下去做一个推敲，你要小心，也许你现在在想的很恐怖的事情，或是你想的觉得诶、欸，行情有打第二只脚，或测试哪一边来讲的话，也许是六月下旬，甚至六月下旬是快的。 最快也到到六月下旬，所以距离从现在来算的话，其实还有一个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如果太快，你如果太过于急躁，是不是太过于怎么样？第一个，当然大家也许不懂得去判断做手控盘；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也许就是说太过于把自己心里面的感受或肉眼所肉眼所看到自己所看到那些东西，把它扩大了。 硬是要套在做手控盘跟做手控盘无关的那些身上吼，好不好？好，那最近来讲的话，就老师也不外乎的在节目上跟大家聊到吼，这一本控盘十六式的实战篇里面来讲的话，有含带了几个的重点的做价盘，甚至就是说在这个月份五月份来讲的话，出现过了五月五号吼，包含了上个礼拜礼拜四五月好五月十四号。 两个的关键的重点作价盘停留在那个盘面上没有被更新，没有改变。就这两个作价盘，我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就真的，你后面来讲看到外资拉出一波连续的买超行情，其实都不不意外，好不好？我只是告诉你，就是说，不要太过于急躁，因为你肉眼所看到的，然后就觉得行情很危险，或者是拿你的辛苦钱去把它空好空满，等待行情要往下到打哪哪个地方要打第二只脚。 好吧，我只能现在先跟大家来谈这一个观念：涨跌的多空非肉眼决定。如果你愿意尊重做手的控盘，如果你愿意去学习如何来判断做手控盘的意图来讲的话，你会知道这个道理真的非常重要。因为姜老师走过十十多个年头，这个习惯我一直没有变。 这个态度一直没有变，所以我在没有看到行情有所谓的起跌暗示之前来讲的话，真的我没有办法告诉大家这边行情很危险，没有，好不好？因为你自己去对照三月十二号的 YouTube 的频道，朱老师的频道，三月十二号的节目就告诉你行情不一样。那三月十二号行情是一路向下崩的，三月十二号以前行情是抗跌的。 所以你会知道，就是说我一定看到做手的控盘或者那布局有暗示的，我才会在节目上直接跟大家来谈。可是没有，就是没有，无法自己发明，好不好？这个态度很重要吼。那五月份来讲的话，我的关键啊，最重要给大家的一个活动就是什么？股票会员函送股票课程，已经进入优惠的最后的五天。如果你愿意在这一边来讲的话， 不买股票买不下手没有关系。这边来讲的话，我也不会带会员就是买一头拉股的股票，因为我大部分的持股都是其实就是已经是抱着，然后等它做第二波的发动这样子而已。所以这边来讲，我也不会推荐你来，然后就是要买很多标股，因为这边来讲的话，我的风格一直都不是那个去追，然后行情要往上拉，并不是所以这边来讲，如果你抱着的愿意为你后面的一个月、六月下旬那个阶段做好准备来讲的话， 好好的思考一下，好、哦，股票会员我会给你标的，我会告诉你如何来操作。课程的部分我会告诉你如何来判断选股策略是什么，包含了如何进出，如何来掌握短中长线，它的规划是什么。我给你钓竿，也给你鱼吃，好不好？倒数的五天就看你要不要把握住。好、哦，那当然这边空盘十六式的课程来讲的话，也是有朋友。 来做询问。那我昨天有特别去点到一个部分，就是说，你如果不是空白十六式的学员，那你这边对于空白十六式的课程有兴趣，我这边也开放。如果你是特别会员等级以上的朋友来讲的话，我空盘十六式的学那那个课程来讲的话，好，好，这一本实战篇包含了进阶篇的课本，包含了盘态数记这一套的教学的影片，盘带了线上课程的学习的内容影片来讲的话，一一好。 一代的哦，就是说含那个特别会员的资格来讲的话，一并的送给你这样子。因为特别会员来讲的话，对我来讲的话，这边本本身就是有一定的那一个等级了，所以我把控盘十六式的关键的一些暗梗，或者是那一个资金换手的判断、布局暗示的判断来讲的话，好，一起送给你，这个是 OK 的。但就愿看你愿不愿意去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因为我一向都是随缘的。那我这边也不是卖标股的老师。 我都已经讲的很明白了。你如果说哦哪边报名牌哪边呢、哦，可以涨停板哦，那个十几趴、二十趴、三十趴、一百趴，我应该不是那种风格。你大概看几集，你就会知道了吧，对不对？所以我相信锁定我节目的朋友来讲的话，一直一向都是属于在市场里面少数比较理性的朋友啦，哦，少数比较去愿意学习的朋友。我一直相信这一件事情。那你要喜欢报报名牌买那个买标股的，哦，那个或者是消批烂的，哦，投机的。 想要一一步登天的，应该自己就会自动转台，不会一直在锁定我的节目了，好不好？那这边来讲的话，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也希望大家觉得我的节目对对于你有帮助的话，不要吝啬按赞、按个分享、追踪，让鞠老师的分析师的资格可以在市场里面跟更多的投资朋友来讲的话做一个正向的交流。祝福大家，我们下周见。 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